睡了没有？哎呀，睡了，睡了，你给他发着六百，发着六百，别老抱住我，抱住也啥也吃不住。你看我妈抱个孩子，小心翼翼的，哎呀。哎呀，终于放这了。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。带小孩确实挺累的。看我妈，累并快乐着。刚才吃奶的时间是3:30，吃了60，等于说是到7点左右吧，再吃一次。这个上面呢是媳妇买的小黑板，每天呢记录这个二胖吃奶的时间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啥时候该吃奶都能记到，都能及时的给他喂到，不然的话他老闹人了。这个是孩子的奶粉，这个是那个消毒箱，就是这个。用过的这个瓶子奶瓶，这个得消毒消药毒。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恒温壶，这个孩子吃奶粉的话呢，这个温度呢必须得保持在45度，所以说吃的时候直接这里边这个水都是45度的水，不用再烧水，相对来说呢会方便一点。这个翠弟呢在炖鸡汤呢，这个鸡汤啊确实挺难炖的。我这之前我在这个我的手机不是中国移动嘛，我买的这个用那个积分兑换的这个电炖锅，就可以炖那个鸡汤啊鸭汤啊，反正就是啥汤都能炖，还有这个小锅，这都是砂锅，你看这都是砂锅。但是我今天中午炖的时候我都炖了几个小时都不开不滚，炖不熟，也不知道是我用的问题呢，还是说这个锅的问题，这咋弄也不行。哎呀，我这最后我给它端到这边，干脆用这个砂锅炖吧。砂锅炖的话会快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恁帅气的崔弟，崔弟我又来了。我现在在做饭呢，这是我的阵地，我的厨房。这中午吃的米饭已经吃完了。这个晚上的话再给媳妇儿做个鸡汤，这个鸡汤呢从中午做到了晚上，今天晚上不知道能不能让媳妇儿喝上鸡汤这个暂时不太确定，加油努力吧，我就是最棒了。那个我妈在照顾孩子呢，今天我妈呢也来这边了，因为这两天哎呀这个媳妇儿吧说心里话也是挺辛苦。有时候晚上呢还要给孩子喂奶，还要哄孩子，这个白天的时候呢也要照顾，确实挺不容易。这个崔弟呢怎么说呢，也不能说不辛苦，反正我这晚上基本上也没怎么休息，都是在楼下呢陪着这个乐胖，闹了我就赶快哄哄他，饿了我就赶快喂喂他，拉了我就赶快给他打扫一下，是这个意思吧。反正咋说呢，累吧并快乐着。刚才我妈的笑容大家也看到了，笑的也是非常的灿烂，笑的也是非常的开心。但是挺辛苦的，说心里话确实挺辛苦。晚上的话就这个炖个鸡，等一会儿的话崔弟炒俩菜，中午吃的米饭嘛吃完给他弄成大米汤，然后晚饭也得安排好。我这个咋说呢，很多这个是吧，这个朋友都觉得崔弟这个厨艺各方面都不错，是不是？其实呢乐八凑，这个好吃但是做的一般所以说我得循序渐进对待我这个做饭这一块，我必须得是刻刻业业努力的去给它做好，是这意思做出可口的饭菜，有营养的饭菜好晚饭 OK， 黄瓜炒鸡蛋，醋溜，青椒土豆丝，炒有点多，盛了2盆，
这个中午吃的米饭，剩的米直接加工成大米汤。这个大米汤里边加了有这个秘制小红薯，总体来说啊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呢，这是前两天这个饺子这个没吃完，给它煎了一下，弄个煎饺子。我有点呕了，呕了啊，不给力了。煎饺子啊，这个这煎饺子不多啊，这是给让媳妇儿吃吧，煎饺子让媳妇儿吃了啊，给媳妇儿煎的。这边这个鸡汤，哎呀，说心里话，这第一次炖，这算是弄不成啊。总体来说，炖的还差不多，从中午12点，直接炖到了现在是下午的快6点，这几个小时我都不说了，但是我感觉这个肉呢，是不是还是不老烂呢？烂了，吃肉还是比较筋道的，可以，味道可以。可以，感觉不是老烂乎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鸡不是肉鸡，这鸡应该是柴鸡，比肉鸡要好啊。为啥呢？炖的时间长着吧，还是比较筋道。因为那个肉鸡一炖就烂，而且还不好吃，吃肉跟那面粉一样。这种鸡子吃肉啊，肥而不腻，吃到嘴里边柔软得很。可以，这个汤的话叫媳妇儿喝。主要是这个炖鸡啊，营养都在哪儿了？都在汤里了。我给我妈我俩吃鸡，媳妇儿喝汤，就这意思。那行，那个，咱就多了不说，少了不唠，抓紧时间吃饭，行不行？今天崔弟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这个我这个厨房这一块我拾到了也差不多了。我发觉我这个厨艺啊，只要给我机会，我绝对会给到你意想不到的惊喜，就这意思。再见，再见。